汪小菲去年底和大 S 离婚，被爆婚内出轨张盈盈，即使爱得火热，但他们就是始终不认。不过两人最近似乎是不想藏了，日前他们又被捕捉到穿情侣鞋出游，汪小菲甚至还被发现在朋友圈大方晒出两人十指紧扣的合照，被视为是要官宣恋情。不过这也让人想起六月时，张盈盈一度被同学爆料靠金主包养，还以堕胎勒索豪宅名车，提醒汪小菲要注意点。时隔两个月，张盈盈也终于做出回应。很多人对我爸都很好奇吧，网上盛传一张说是我金主的照片，那就是我亲爸，那就是我亲爸，那就是我亲爸。他还透露爸妈是初恋，展开交往，感情二十多年都没变过，一如既往的好，想要撇清自己被包养的传言，但网友依旧不领情，很酸他是自我访谈第一人，竟然要大家听小三说教，说这么好的父母怎么会教出小三。还有人说张兰离婚了，你却在炫你爸妈恩爱，你想气谁呢？只能说这一家人真的是每天都有他们的戏份耶。